客官们知道这个系列的开头有多难想吗？所以我们直接开始啦！各位客官好，欢迎来到宝丽龙中队。我是樱花，我是麻雀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玩你画我猜。双方各找五个字互考对方，每一个字有四个字型，顺序是甲骨文四分，金文三分，小篆两分，楷书一分。每个字型有十秒，猜不到就换下一个，输的有惩罚。我们唯一给对方的提示就是我的东西是一句话，然后他的很多都是天干地支。这个画的原文字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的心理结构。你就画原文字，三、二、一，三、二、一，这个格子你跟他们说，不管谁一定都认识他。任何华人都认识他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做过？我们来一起做任何标准字。我觉得因为很简单，所以我找到你开心。不要，我把它尽量写的跟现在自己的想法。好。它就是长得很像你的字，它就是长得很像以前的字，它就是长得很像以前的字。真的，你有点笑我写它的状语。是他的传哦，很像啊！你说他哪里不像？屁，他哪里像？不懂哎、欸，他哪里不像？这句话不会叫我叫他他他吧？不是啊。三、二、一，嗯，总之这个你死都猜不出来，但是我知道这个人给我的。假的，对。那这个字你看看。好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提示。天啊，这个字也太难了吧！三、二、一，真，对，两分吧。这个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提示。好，我尽力了，就跟你刚刚那个字一样。它就会长得很像以前的字。下一个喽，还要再给你三秒，不用我全部说。好了，这是他的骨字。哦，红。嗯。好。是天干地支呢？我不能讲，因为这个真的太简单。人，这个来不及了，我写完了，我写完了。挂包的挂，不是。你看到了？有。我自己不要再输了啦。家福。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，就有想法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家福非常简单，我不猜我也知道。英文。快点，再给你机会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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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来到了惩罚时间，这次回来，这次要做的惩罚是 Spiderman。你留言我们的通关密语 #你画我猜，我们就一定会回答你任何问题。对，
例如银化基地好不好啊？或者是麻雀有没有什么糗事啊？